新闻早餐会议是只有会议没有早餐了，不要期望太多。柯师傅7:30就要上工开晨会，但柯市长今天难得9:00才上班，准备出访上海参加双城论坛。首席幕僚蔡碧如特地取消晨会，就怕柯市长太累了。北市府道桥组忙着打包行李，伴手礼是什么保密到家，就怕失了两岸的互信基础。不过幕僚私下透露，道桥组选了一幅出自谷中生的画作，绘画内容有和平鸽、兵马俑，象征两岸要和平，将当面送给上海市长杨雄。下午2:30，柯批将从松山机场直飞上海虹桥，上海上杨雄将办接风晚宴，为18号登场的上海论坛暖身。科长两岸处女秀，除了访邓家基与相关局处长，还有跟柯批友好的企业家童子贤，以及有卡公司董事长戴季全等百人团大阵仗登陆。谢谢。以简单的心灵面对复杂的世界。谢谢。老话一句，无招胜有招。首度出席双城论坛，柯文哲淡定面对。记者郑仁宗、陈玉文、孙桥组台北报道。